让我来帮你巅峰赛打2分。号主开始害怕了，怕啥呢？6076，你这点战力还不够看，让我给你打个200分，来吧，展示。哟呵，这小子还是有点东西的呀。完了，兄弟，被操作了。没事，就一个元歌而已。我就喜欢这个赵怀真的这种云淡风轻啊，哥。他即使能杀我，也留不住。OK OK，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今天土豆牛肉吗？没有，今天吃的荞麦面，好吧。哎，我没打，我这什么鬼呀、啊？完了，犯病了呀我！哎呀我，帮你扣了30点战力。我思来想去，可能需要帮你用药来打一打。我来了，直接2技能过去，直接一技能反垃圾，二技能控一下 A 一下 A 一下 A 一下，一技能惩戒 A， 都不是我的。我2技能直接击飞，接一技能，兄弟们再见。好吧，再见了。我直接3技能 A 一下 A 两下。行，保住了木兰，我归了。他们玩的还行吧？你是我的超人。到了后排去，后排一技能直接 A 一下，一个惩戒拉开二技能。怎么说？他在追我3技能回去，2技能击飞 A 一下，早点上 A 一下死，是不是？好看这边2技能1技能砍一刀，大招回拉。再看啊，他一直惩戒，是不是？帮我减个速，2技能1死。什么？又超标？感觉好多了，好吧，感觉好多了。虎牙688，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